黄金周期间与横滨举行的户外影院活动 Seaside Cinema 2022将上映福音战士系列作品，将使用横滨红砖仓库会场的450英寸特大屏幕进行上映。5月1日至5月5日分别上映 TV 动画《新世纪福音战士》以及包含《新福音战士剧场版》在内的《福音战士新剧场版》系列全作。EVA T 恤活动 EVA T Party 2022今年也将从池袋开始在日本全国巡回进行。本次为纪念活动9周年，推出了使用了《新福音战士剧场版》场景的新产品。4月23日至5月31日于 EVA Store 池袋店举行活动。活动期间，每购买3000日元以上商品将可获赠原创明信片一张，每购买10000日元以上商品将可获赠原创明信片与原创袋子的套装。福音战士官方赛车队 Evangelion Racing 将参加8月4日至8月7日举行的零路8小时耐久公路赛第43回大会。另外，作为前哨站，将参加4月23日至4月24日举行的2022年 AFJ 全日本公路锦标赛第二站零路赛道。本次将与 Trickstar Racing 合作，由自2010年以来一直合作的鹤田龙二监督作为领队，车手暂定为大久保光以及佐野悠人。车辆涂装使用了以初号机为印象的紫色与绿色，同时还公布了2022年的赛车女郎。使用了真本疫情插图的全卷收纳盒登场，可收纳爱藏版《新世纪福音战士》全7卷以及各卷特点，共有定真寺、林波利、明日香3种不同插图的款式，预定6月30日发售。来自工作品牌 AT Field 福音战士镊子5件套登场，套装包含5种不同类型的镊子，可用于手工、模型、办公室工作以及烹饪等广泛用途，附有专门设计的收纳盒，盒子上有 NETF 的标志以及对应5种镊子的标志，在使用注意事项以及开启方向等说明上也都采用了 AT Field 的风格，以表现福音战士的世界。来自 Mega House 的 Precious GEM 系列，新福音战士剧场版最后一站中的世波明日香、兰格雷以及真希波玛丽、伊兰崔奥斯的手办套装登场。明日香左手手持剧中登场的武器，真希波坐在废墟上依偎着明日香。专用台座采用红色的水面设计，附有有镜片与无镜片2种款式的真希波眼镜，全高约280毫米，预定10月发售。来自万代糖果的食玩 Everframe 系列第三弹 Everframe 福音战士新剧场版03登场，产品全8种，包括有新二号机 Alpha、 改8号机 Gamma、 Mark06 以及2款可选套装。以上就是本次的全部内容，感谢各位的观看，有什么想法的话请留个评论，让我们下次再见。